越来越高情商的数码博主，为什么到了 AI 硬件上就纷纷破口大骂呢？戴在胸口搭配激光投影的 AI pin 被狂喷太烂了，保留了显示屏没那么激进的 Rabbit R1 呢，也没好到哪儿去。照理说呢，数码评测圈发展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博主们讲话呢，都会多少留点分寸。可到了 AI 硬件产品上，大家是真的一点情面都没留。为啥这个新兴的产品形态这么不受待见呢？这回呢，我也搞了一个，像它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老弟小伙伴也请坐，我是林毅。今天呢，咱们就聊一个虽然是恰饭，但我呢也觉得在激进创新和实用落地上找了个还不错的平衡的 AI 硬件产品。豆包豆包，这晴天能维持多久啊？我刚查了下，一直到10月1号都可能是多云天气。Let's practice English. Sure. What's your favorite hobby? That's too easy for me. Could you give me some more challenging questions? 豆包豆包，能放首歌听听吗？声音调大一点。What's truly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for a leader when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at's too difficult for me. 豆包豆包，什么是明胶银盐摄影？明胶银盐摄影就是一种使用含有银盐的明胶乳剂来记录影像的摄影方法。豆包豆包，最近压力好大。哎，工作忙起来确实让人头疼。那你能鼓励我一下吗？嘿，你超厉害，忙过这阵就好好放松，加油。那不聊了，干活去了。那我先下了哈。这是个智能提耳机，字节豆包呢给它取名叫欧拉 friend。欧拉呢在很多语言里是打招呼的意思，和 friend 连一块呢，就是想让我们把它当成随时可以陪在身边的朋友。先不说 AI 功能，这耳机呢拿在手上，光看它这个造型的话，还是挺别致的，是个一体化的水滴造型，用手掂量掂量呢，还挺轻的。像我手上这个白色的呢，做了层陶瓷镀膜的效果，配上背面防滑的液态硅胶，未来感呢还挺强的。我试着戴了一下，整体和耳廓贴合的还是挺好的，而且非常轻盈，没什么压迫感。即使我戴着眼镜也不影响，跟我们小时候夹根铅笔玩是一样的感觉。戴到耳朵上呢，是一个不入耳的开放式形态，悬挂支撑呢基本全藏到耳后了，不会显得很臃肿。运动起来呢也能跟得住，不会甩来甩去。我自己用了一个礼拜，音质呢还不赖。通话降噪呢也做得不错，也不会出现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朵塞得难受的情况。退一万步来说呢，就算只把它当成一个耳机来看，也是挺好用的了。但它真正特别的地方是它接入了豆包的 AI 能力，用它和 AI 对话的体验呢，就和咱们真的和朋友聊天一样，不仅能你一句我一句聊好久，而且一个话题聊太长了还可以自然的打断。一连戴了好几天之后呢，到后来我都是下意识的有事了就喊豆包问问题，真意识不到我在和一个 AI 讲话。那大家是不是会想，这不就是个连上了手机豆包的运动耳机吗？跟我戴个别的蓝牙耳机连上手机有啥不一样的呢？这就要讲讲这个产品围绕着与 AI 交互这件事下的功夫了。这也是我觉得它和咱们开头讲的那些总在被批评的求新求怪的 AI 硬件们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咱们呢一个一个讲。首先就是 AI 的唤醒功能，最常用的呢就是直接叫豆包豆包，一声清脆的提示音之后呢，豆包就会出来陪咱们谈天说地、插科打诨、点歌、练英语，样样在行，甚至呢还能向他寻求情绪抚慰。而且这个过程呢是可以连续对话的，喊完一声之后呢，你就可以连续不断的和他聊天了，甚至有时候呢都不用耐着性子听完他的全部回答，中途想换一个话题呢也完全可以随时打断，然后接着新话题继续和他聊。今天有啥新鲜事吗？新鲜事的话，那得数2024年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我不是很想听这个，就是游戏方面有啥好玩的事儿吗？这里呢，无论是你叫豆包豆包来唤醒，还是中间直接讲话打断，因为响应这件事儿直接在耳机上做了硬件级的支持，所以呢速度很快，不会有我话都说了他还没反应过来，还在自说自话的违和感。这就是换个普通耳机做不到的一点。但是像我这种 i 人呢，整天在工作场合对着空气喊豆包豆包，然后搁那自言自语一样讲话，多少呢还是有点不好意思。针对这种情况呢，豆包做了第二种唤醒方式，手势触控。具体操作呢，就是把手指伸到耳机的一边，轻轻按住，然后呢直接说话就可以了。这里呢还有个设计上的小细节，戴上耳机之后呢，白色的触控面刚好和耳朵有一个斜面，这个角度呢就特别符合我们触摸的直觉，就是我单手盲点，哎，手一抬呢就可以很自然的摸到了。这个动作呢我感觉还是挺酷的，有点像 X 战警里面 X 教授发动心灵感应时候的动作。就这么一摁啊，想知道的信息呢就直接涌入脑海了。除了唤醒上的细节设计呢，在对话过程里面，这个智能提耳机也配置了层次丰富的提示音反馈，睡眠、监听结束、回答结束也都有相应的音效作为提示，一听呢就能明白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专门拿麦克风怼着耳机，把这些音效呢都录了出来，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豆包豆包，
我不想上班了，怎么办？先休息一下，或考虑换工作。通过耳机交流的最核心的交互媒介，无疑就是声音了。有了这些提示音呢，和豆包聊天的时候就很清楚他正在干啥了，不会出现一大堆话说完才发现呢豆包根本没被唤醒，啥都没听见的情况。当然除了围绕着 AI 对话这个新奇功能设计的各种交互呢，在耳机的本职工作听歌上， OlaFriend 呢也加上了一些小机制来让 AI 自然的融合进去。首先有了 AI 之后呢，像推荐歌单、控制音量就都可以通过自然交流来直接实现了，不用非得死板的讲音量调到20%这样的机械指令，你就说一句声太大了，智能听耳机呢就能马上反应过来，贴心的帮你把音量调小。声太大了。而当你讲话的时候呢，音乐音量也会自动变小，这就是专门为了不影响用户交互设计的一个小细节。明年一面放歌一边对话， AI 的回复呢依然能听清，不会和音乐冲突，自然的融入了这个听歌的使用场景。不过到这儿呢，讲的都还是针对耳机这个形态想落地 AI 的一些具体设计。那为什么耳机这个方向本身要比其他的方向更不容易翻车呢？这就是开头咱们讨论的问题了。其实之前的很多 AI 可穿戴设备呢，他们的设计都挺科幻的，像挂在胸口的智能胸针 AI pin， 走项链形态的 AI 吊坠，他们为了把 AI 穿戴在身上呢，都在努力的另辟蹊径，想要做出一个独树一帜的硬件形态来。具体来说呢，智能胸针 AI pin 选择了通过投影在手掌上显示信息，还可以靠手势的轻微移动来控制和内容的交互，演示出来的效果呢非常超前。可是这种激进的交互创新牺牲了实用性，这个看起来超级酷炫的激光投影在用户反馈中呢，实际上超级难用，显示的信息太少，各种控制手势学起来呢也特别复杂，光论体验呢可能还比不上一块小的触摸屏。另一款叫 Friend 的 AI 吊坠呢也有类似的交互问题，它主打的是情感陪伴，穿戴形式呢跟项链差不多，挂在胸前，每次用户如果想和它对话就要按住胸前发光的按钮，一边按着一边讲话，讲完之后呢，这个智能吊坠就会绕一圈把回复发到手机上，这就有点为了追求新奇搞得太麻烦了。如果跟 AI 聊得有来有回的话呢，还得一只手摁在胸口，另一只手呢举着手机，不知道的一看还以为我在 cosplay 林黛玉呢。就眼下这些 AI 硬件呢，挺多都挺矛盾的，产品形态上他们都在追求科幻，求奇求怪，但今天的技术呢又还支撑不起来这些非常超前的理念，所以东西真做出来之后呢，连高情商的数码博主都激情锐评，因为真的没法用。而字节豆包呢就跳出了这场科幻大赛，他们并没有试图打造一个超前几十年的奇幻设备，而是选择了咱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耳机这种形态，不去追求 AI 高科技的噱头求奇求怪，而是回归日常场景，研究怎么让它真正走入生活，这在交互设计上呢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人机交互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认知负荷，它指的呢是一个人完成特定任务所需要的脑力劳动量，就像咱们电脑打开一大堆程序就容易卡死一样，人的大脑同一时间处理信息的能力呢也是有限的，当完成一项任务的信息量远超出我们的处理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消化和理解这些内容，甚至可能直接淹没在了超量的信息流里，当场就死机了。而造成认知负荷的原因呢其实也不止一种，像内在认知负荷呢是由任务本身的复杂度造成的，比如说你上课听老师讲相对论，这主题呢本来就难，听不懂呢也很正常，这就是内在认知负荷。而外在认知负荷呢则是由任务的组织和呈现形式造成的，简单说呢就是没事找事儿。比如说现在老师改成讲鸡兔同笼问题了，但他非要从鸡和兔子的生理解剖结构讲起，还没讲到数学的部分呢，学生就睡倒一大片了，这就是外在认知负荷。从交互角度来说呢，内在认知负荷很多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在认知负荷完全可以通过改善任务流程来减轻。其实 AI 硬件想做好的就是这个事儿，降低外在认知负荷。比如说我想让 AI 介绍一下黑神话的相关新闻，现在呢我得先打开网页敲字把问题写出来，再把一长串文字读一遍找到我需要的信息。而 AI 硬件们想做到的呢就是我有了这样一个问题直接用嘴问出来，然后 AI 呢再把答案用语音讲给我听，这就跟我日常和人问问题没区别了，把外在认知负荷降了下来。可当这些设备被设计的过于科幻了之后呢，这事儿就又变复杂了。像智能胸针 AI pin 呢，我还得习惯把手举起来对上它的激光投影，这种交互方式记住它的各种手势，好不容易降下来的外在认知负荷呢又升了回去，反而不如我熟悉的耳机。虽然没那么新奇，但相应的呢也没那个门槛，往耳朵上一戴，靠在椅子上舒舒服服的对话就完成了。除了降低认知负荷，字节豆包在 OlaFriend 上还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提高交互效率。但这个除了耳机的设计以外呢，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字节豆包在 AI 技术上的积累和优化。
其实 AI 对咱们普通人的实际意义呢，归根结底就是缩短了从问题到答案的时间。那一个合格的 AI 产品，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应该去放大 AI 的这个能力。可不少智能硬件在求奇求怪的同时呢，反而在这个核心功能上把用户拿到答案的速度拖慢了。比如智能胸针 AI Pin， 极致小巧的机身导致算力呢就是上不去，语音处理、数据通信速度都上不去。一个问题提完要十多秒才能收到答复，而且因为服务器端的大模型呢也没有特别强，很多时候的回复呢还都是错的，驴唇不对马嘴，没法用。那不吐槽它，吐槽谁呀？作为对比呢 ，Olafriend 就很本分的专注于缩短问题到答案的时间，优化这里面的体验。一个呢，靠的就是豆包大模型本身就不错的性能，像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呢，基本上都是秒出答案；需要联网搜索的问题呢，也很快就能找到资料，给出靠谱的回复。这样呢，在大模型生成这一块的时间算是优化的挺好的。再一个呢，就是靠 Olafriend 的五核 AI 音频芯片提供了硬件级的唤醒支持和语音信号采集。问 AI 的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耳机端的采集交给大模型处理，一下呢就打通了硬件与 AI 应用的通道。这些说到底呢都是常规操作，但 Olafriend 在 AI 对话的基础上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靠着前面咱们提到唤醒、睡眠等等的一系列提示音，给了用户一种快的错觉，让整个反馈的过程显得特别流畅丝滑。它依据的呢就是对交互设计中多尔蒂阈值的运用。多尔蒂阈值这个概念的提出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呢正是计算机的算力开始大幅提升的时候。IBM 一个叫多尔蒂的研究人员呢，惊奇地发现计算机的响应速度会直接影响使用者的操作效率。换句话说呢，计算机的响应时间越长，用户呢就要花费越多的时间来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操作。一系列研究之下呢，他最终确定了一个最佳的响应阈值400毫秒。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我们进行了一个操作，如果在400毫秒内得到了对这个操作的反馈，我们就能保持在这件事上的专注和效率。相反呢，当反馈的响应时间超过了400毫秒，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开始从这件事上游离了，想要去挠下头啊，起个手啊，看周围都有谁。虽然时间并不长，但也够让人抓狂了。但大模型现在的生成速度再快，也做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实时的响应啊。哎，这个呢就是这个理论比较微妙的地方了。它要在400毫秒内提供的反馈呢，根本不需要是最终的答案，只要吱一声，听个响，让我知道你这个系统还是在正常运作的，不是卡死了就可以了。如果生成答案的时间比较久呢，也至少告诉我个进度，别什么反馈都没有就让我干等着。秉持这个思路的 Olafriend 耳机呢，就用了不同层次、不同音调的提示音，充当了这个即时响应的反馈。呼叫豆包呢，有个上扬的提示音。说完一句话呢，有个平调的提示音；联网搜索呢，有个波浪的提示音；结束回答呢，有一个下沉的提示音。可以说是句句有着落，交互反馈呢给的特别足。至少我自己用下来呢，是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延迟卡顿，整个对话的交互过程相当的丝滑流畅。而除了前面说的技术部分呢，在使用场景上，耳机这种系统的 AI 交互也有着天然的效率优势。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呢，要想掏出来手机切个歌，那老费劲了。本来整个人呢就各种晃来晃去，想要精准的拿到手机还不减速，除了眼疾手快呢，还得有特别稳定的核心。而戴上这个智能体耳机就不一样，手这么轻轻一搭，相当优雅的就把这歌给切了。然后像双手被占用的时候呢，要掏手机问个 AI 也得手忙脚乱的。而要是通过耳机问，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该撸猫的手呢是一秒都不用停下来。这么看下来呢，可以说豆包靠着小小一段耳机，把 AI 在各种场景下的交互直接打通了。而且耳机形态呢也是按适合长时间佩戴做的开放式设计，整体重量呢特别的轻，运动的时候呢也不会滑落，基本上呢可以做到一整天一直戴着。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真的可以随时随地的问 AI 问题了，算是贯彻落实了 AI 用来缩短从问题到答案的时间的这个理念的初衷。回想起来呢， Olafriend 带来的体验还是挺让我感慨的。一直以来我们总觉得呢，未来的 AI 硬件应该是一种全新的要有科幻色彩的穿戴设备，然而呢， Olafriend 挑了一个乍一看没啥新意的耳机作为 AI 的载体，没有用浮夸的造型，也没有整什么花里胡哨的未来感交互方式。像平常呢，咱们就是用耳机和朋友家人打电话聊天，而现在呢，我们又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去和 AI 朋友谈天说地。那久而久之，我们会不会甚至忽略了和我们对话的是 AI 并不是真人呢？细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真的需要 AI 以一种特别科幻的姿态展示在我们面前吗？其实不一定。想想20多年前，互联网呢也曾经是个很新奇的东西，也曾经出过很多奇幻的产品设计，可今天呢已经不会有人因为能上个网就大惊小怪了。技术呢最终回归了生活，不再求奇求怪图个新鲜，而是彻底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未来像 Olafriend 这样更接地气的 AI 硬件，是不是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习以为常的一部分呢？我觉得它会更有希望一些。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我是林毅，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